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六，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三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师叉难陀译。佛子闻此广大行，可邀深妙殊胜法，心皆踊跃大欢喜。菩萨众花供养佛，演说如是妙法时，大地海水皆震动，一切天女咸欢喜，稀土妙音同赞叹。自在天王大兴庆，玉摩尼宝供养佛，赞言佛为我初心，演说第一功德行。如是智者诸地义，于百千劫甚难得，我今忽然而得闻菩萨圣行妙法音。渊根演说聪慧者，后帝决定无余道，利益一切诸天人，此诸佛子皆要闻。勇猛大心解脱愿，请金刚藏言佛子从此转入第四地，所有形象愿宣说。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第三地善清净矣，欲入第四宴会地，当修行十法名门，何等为十？所谓观察众生界，观察法界，观察世界，观察虚空界，观察世界，观察欲界，观察色界，观察无色界，观察广心性解界，观察大心性解界。菩萨以此十法名门，得入第四宴会地。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则能以十种智成熟法故，得彼内法生如来家，何等为实？所谓生心不退故，于三宝中生净性毕竟不坏故，观诸行生灭故，观诸法自性无生故，观世间成坏故，观因业有生故，观生死涅槃故，观众生国土业故，观前际后际故，观无所有尽故，是为十。佛子，菩萨住此第四地，观内生寻生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；观外生寻生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；观内外生寻生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。如是观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、寻受观，观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、寻心观，观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、寻法观，勤勇念之，除世间贪忧。复此，此菩萨未生诸恶不善法，为不生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，已生诸恶不善法，为断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，未生诸善法，为生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，已生诸善法，为诸不施故，修令增广故，欲生勤精进
发心正行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欲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，修行精进定、心定、观定、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性根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性力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念觉分，一止厌，一止离，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则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起觉分、依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、一止厌、一止离、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复次，此菩萨修行正见，一止厌、一止离、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一止厌、一止离、一止灭，回向于舍。菩萨修行如是功德，为不舍一切众生故，本愿所持故，大悲为舍故，大慈成就故，思念一切智之故，成就庄严佛土故，成就如来力，无所谓，不共佛法，向好音声，悉具足故，求于上上殊胜道故，随顺所闻甚深佛解脱故，思维大智善巧方便故，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所有身见为首，我人、众生、寿命、运、界、处、所起执着、出没、思维、观察智故、我所故、财物故、着处故，于如是等一切皆离。此菩萨若见，也是如来所喝，烦恼所染，皆悉舍离。若见业事顺菩萨道如来所赞，皆悉修行。佛子，此菩萨随所起方便会，修习于道及助道分，如是而得润泽心、柔软心、调顺心、利益安乐心、无杂染心，求上上圣法心，求殊胜智慧心，救一切世间心，恭敬尊德无为教命心，随所闻法皆善修行心，此菩萨知恩知报恩，心即和善，同住安乐，直直柔软，无愁灵习，无有我慢，善收教诲，得说者意，此菩萨如是忍成就，如是调柔成就，如是极灭成就，如是忍调柔极灭成就，净持后地业，
作依修行时，得不修习精进，不杂染精进，不退转精进，广大精进，无边精进，赤然精进，无等等精进，无能坏精进，成熟一切众生精进，善分别道非道精进，是菩萨心界清净，生心不失，悟解明利，善根增长，离失垢浊，断诸疑惑，明断具足，喜乐充满，佛亲护念，无量智养皆悉成就。佛子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以愿力故，得见多佛。所谓见多百佛，见多千佛，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，皆恭敬尊重，诚事供养，衣服钵具饮食汤药，一切资生悉以奉施，亦以供养一切众僧，以此善根，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佛所恭敬听法，闻以受持，具足修行，复于彼诸佛法中，出家修道，又更修持身心性解，今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令诸善根转复明净。佛子，譬如经师炼制真经，作庄严具，于所有经皆不能及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于此地所有善根，下地善根所不能及，如摩尼宝清净光轮，能放光明，非诸余宝之所能及，风雨等缘悉不能坏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住于此地下地菩萨所不能及，众魔烦恼悉不能坏，此菩萨于四摄中同事偏多，十波罗蜜中精进偏多，于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佛子，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四宴会地，菩萨住此地，多作须夜摩天王，以善方便能除众生生见等惑，令住正见，不施爱语力行同事，如是一切诸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，不离念法，不离念僧，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，夫作是念，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，为圣，为殊胜，为妙，为微妙，为上，为无上，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。是菩萨若发勤精进，于一念起得入异数三昧，得见异数佛，得知异数佛神力，能动异数世界，乃至能示现异数身，一一生异数菩萨以为眷属。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，过于此数百劫千劫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不能数之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言：菩萨已经第三地，次观众生是法界，空皆世界及三界，心解悉了能去入，时登焰底增势力，生如来家永不退，
于佛法僧性不坏，观法无常无有起，观世成坏业有生，生死涅槃刹等业，观前后继亦观尽，如是修行生佛家，得是法已增慈悯，转更勤修四念处，生收心法内外观，世间贪爱皆除起，菩萨修持四勤行，恶法除灭善增长，绳足耕力悉善修，七绝八道亦如是，为度众生修彼行，本愿所护慈悲手，求一切智及佛土，一念如来十种力，四无所谓不共法，殊特相好深美音，一求妙道解脱处，极大方便修行彼，生见为首六十二，我即我所无量种，蕴界处等诸取着，此四地中一切离，如来所合烦恼行，一无义力皆除断，智者修行清净业，唯独众生无不作，菩萨勤修不懈怠，即得实心皆具足，专求佛道无厌倦，至其受职度众生，恭敬尊德修行法，知恩义悔无运报，舍慢离惨心调柔，转根君情不退转，菩萨住此宴会地，其心清净永不失，误解决定善增长，以往垢浊悉皆离，此地菩萨人中圣，垢纳由他无量佛，听闻正法亦出家，不可举坏如真经，菩萨住此具功德，依智方便修行道，不为众魔心退转，譬如妙宝无能坏，住此多作厌天王，于法自在众所尊，普化群生除恶见，专求佛智修善业，菩萨勤加精进力，我三昧等皆艺术，若于愿智力所为，过于此数无能知，如是菩萨第四地所行清净为妙道，功德意志共相应，我为佛子以宣说，菩萨闻此圣地行，于法解悟心欢喜，空中玉花赞叹言，善哉大士金刚藏，自在天王与天众，闻法永约住虚空，普方种种妙光云，供养如来喜充遍，天诸才女奏天乐，亦以言辞歌赞佛，心以菩萨威神故，于彼生中发誓言，佛愿久远今乃满，佛道久远今乃得，释迦闻佛至天宫，立天人者久乃见，大海久远今始动，佛光久远今乃放，众生久远始安乐，大悲音声久乃闻，功德彼岸皆已到，骄慢黑暗皆已灭，最极清净如虚空，不染世法犹莲花，大牟尼尊现于世，譬如须弥出巨海，供养能尽一切苦，供养必得诸佛智，此因共处共无等，是故欢心供养佛，如是无量诸天女，把此言辞称赞已，
一切恭敬喜充满，瞻仰如来默然住，是时大士解脱曰：夫亲无为金刚藏，第五地中诸形象，唯愿佛子未宣说。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第四地所行道善圆满矣，约入第五难胜地，当以十种平等清净心去入，何等为十？所谓于过去佛法平等清净心，未来佛法平等清净心，现在佛法平等清净心，戒平等清净心，心平等清净心，除见已毁平等清净心，道非道止平等清净心，修行智见平等清净心，于一切菩提分法上上观察平等清净心，教化一切众生平等清净心，菩萨摩诃萨以此十种平等清净心得入菩萨第五地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地矣，以善修菩提分法故，善尽身心故，复转求伤圣道故，随顺真如故，愿力所持故，于一切众生慈悯不舍故，积极扶持助导故，精勤修习不习故，出生善巧方便故，观察照明上上地故，受如来护念故，念智力所持故，得不退转心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如实知此是苦圣地，此是苦集圣地，此是苦灭圣地，此是苦灭道圣地，善知俗地，善知第一义地，善知相地，善知差别地，善知成立地，善知世地，善知生地，善知尽无生地，善知入道智地，善知一切菩萨地次地成就地，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地，此菩萨随众生心要令欢喜故，知俗地，通达一时相故，知第一义地，觉法自相共相故，知相地，了诸法分位差别故，知差别地，善分别运界触故，知成立地，觉身心苦恼故，知世地，觉诸去生相续故，知生地，一切热恼毕竟灭故，知尽无生智地，出生无二故，知入道智地，正觉一切形象故，善知一切菩萨地，四地相续成就，乃至如来智成就地，以信解智力之，非以就近智力之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诸地智矣，如实知一切有为法虚妄诈伪狂惑于夫，菩萨尔时
于诸众生，转增大悲，生大慈光明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得如是智力，不舍一切众生，常求佛智，如实观一切有为行前际后际，知从前际无明，有爱故生，生死流转，于诸蕴宅不能动出，增长苦聚，无我，无受者，无养育者，无更所取后去生者，离我，我死，如前际后际亦如是，皆无所有，虚妄贪着，断尽出离，若有若无，皆如实之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：此诸凡夫愚痴无智，甚为可悯，有无数生已灭，今灭，当灭，如是尽灭，不能于生而生厌想，转根增长机关苦事，随生死流，不能还返，于诸蕴宅不求出离，不知忧畏四大毒蛇，不能拔出诸慢见解，不能习念贪恚痴火，不能破坏无明黑暗，不能干结爱欲大海，不求实力大圣导师，入魔役愁林，于生死海中为绝观波涛之所飘溺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复作是念：此诸众生受如是苦，孤穷困迫，无救无依，无舟无舍，无岛无木，无名复矣，黑暗缠裹，我今为彼一切众生修行福智助导之法，独一发心，不求伴侣，以是功德令诸众生毕竟清净，乃至获得如来实力无碍智慧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智慧观察所修善根，皆为救护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安乐一切众生，哀悯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，解脱一切众生，摄受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离诸苦恼，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，令一切众生悉皆调伏，令一切众生入波涅盘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住此第五难胜地，名为念者，不忘诸法故；名为智者，能善觉了故；名为有趣者，知今意趣次第联合故；名为惭愧者，自护护他故；名为坚固者，不舍戒行故；名为觉者，能观事处非处故；名为随智者，不随于他故；名为随会者，善知意非意具差别故；名为神通者，善修禅定故；名为方便善巧者，能随事行故；名为无厌足者，善集福德故；名为不休息者，常求智慧故；名为不疲倦者，即大慈悲故；名为为他勤修者，欲令一切众生诸涅槃故；
名为勤求不懈者，求如来力，无畏，不共法故，名为发意能行者，成就庄严佛土故，名为勤修种种善业者，能具足相好故，名为常勤修习者，求庄严佛声语意故，名为大尊重恭敬法者，于一切菩萨法师处如教而行故，名为心无障碍者，以大方便常行世间故，名为日夜远离于心者，常邀教化一切众生故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勤修行时，以布施教化众生，以爱语力行同事教化众生，视现色声教化众生，演说诸法教化众生，开示菩萨行教化众生，显示如来大威力教化众生，施生死过患教化众生，称赞如来智慧利益教化众生，显大神通力教化众生，以种种方便行教化众生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勤方便教化众生，心恒相续，去佛智慧，所作善根无有退转，常勤修学殊胜行法。佛子，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，世间记忆弥不该习，所谓文字、算术、图书、印玺、地、水、火、风种种诸论，显所通达，又善方药，疗治诸病，癫狂、肝消、鬼魅、蛊毒，悉能除断，文笔赞咏、歌舞、伎乐、戏笑、谈说，悉善其事。国城、村邑、宫宅、园苑、泉流、皮池、草树、花药，凡所布列，贤得其宜，金、银、摩尼、珍珠、琉璃、罗贝、碧玉、珊瑚等藏，悉知其处，出以示人。日、月、星宿、鸟鸣、地震、夜梦吉凶、生香修旧、闲善观察，亦无错谬，持戒、入禅、神通、无量、四无色等，及于一切世间之事，但于众生不为损恼，为利益故，贤悉开示，建立安住无上佛法。佛子，菩萨住世难胜地，以愿力故，得见多佛。所谓见多百佛，见多千佛，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那由他佛，悉恭敬尊重，诚施供养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一切资生，悉以奉施，亦以供养一切众生，以此善根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诸佛所恭敬听法，闻以受持，随力修行，复于彼诸佛法中而得出家，即出家矣。
优根文法，德陀罗尼，为文持法师，住此地中，经于百劫，经于千劫，乃至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所有善根转更明净。佛子，譬如真经以砗磲磨银转更明净，此地菩萨所有善根亦复如是，以方便会思维观察转更明净。佛子，菩萨住此难胜地，以方便智成就功德，下地善根所不能及。佛子，如日月星宿，宫殿光明，风力所持，不可举坏，亦非余风所能轻动。此地菩萨所有善根亦复如是，以方便智随逐观察，不可举坏，亦非一切声闻独觉世间善根所能轻动。此菩萨十波罗蜜中禅波罗蜜偏多，于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佛子，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五难胜地。菩萨住此地，多作兜率陀天王，于诸众生所作自在，摧伏一切外道邪见，能令众生住实地中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如是一切诸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，不离念法，不离念僧，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主、一切智智。夫作是念，我当于众生中为首、为圣、为殊胜、为妙、为微妙、为上、为无上，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。此菩萨若发勤精进，于一念起得千亿三昧，见千亿佛，知千亿佛神力，能动千亿佛世界，乃至示现千亿身，一一身是千亿菩萨以为眷属。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，过于此数百劫千劫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，不能数之。尔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，而说颂曰：菩萨四地已清净，思维三世佛平等，戒心除疑，道非道，如是观察入五地，念处为功根利戒，正勤为马绳足车，武力坚铠破怨敌，勇健不退入五地，惭愧为一觉分满，境界为香禅图香，智慧方便妙庄严，入总持灵三昧愿，如意为足正念境，慈悲为眼智慧牙，人中狮子无我吼，破烦恼愿入五地。菩萨住此第五地，转修圣上清净道，只求佛法不退转，思念慈悲无厌倦，积极福智圣功德，精勤方便观上帝，佛力所加具念慧，了知四地皆如实，善知四地圣义地、相地差别成立地，
是地生净极道地，乃至如来无碍地，如是观地虽为妙，未得无碍胜解脱，以此能生大功德，是故超过世智慧，即观地矣，知有为，体心虚位无间实，得佛慈悯光明分，威力众生求佛智，观诸有为先后际，无明黑暗爱缠缚，流转迟回苦聚中，无我无人无寿命，爱取为因受来苦，欲求边际不可得，迷妄漂流无返期，此等可悯我应度，运宅戒舌诸境界，心火猛炽痴暗中，爱河飘转不暇观，苦海轮虚缺明导，如是之以勤精进，所作皆为度众生，名为有念有慧者，乃至觉解方便者，习行福至无厌足，恭敬多闻不疲倦，国土向好皆庄严，如是一切为众生，威于教化诸世间，善知殊数应等法，亦复善解诸方药，疗治重病悉令愈，文辞歌舞皆巧妙，宫宅园池悉安隐，宝藏非一闲事人，利益无量众生故，日月星宿地震动，乃至声相亦观察，四禅无色即神通，唯一世间皆显示，智者住此难胜地，共纳由佛亦听法，如以妙宝摩真经，所有善根转明镜，譬如星宿在虚空，风力所持无损动，亦如莲花不着水，如是大事行于世，住此多作兜率王，能摧异道诸邪见，所修诸善为佛智，愿得实力救众生，彼夫修行大精进，及时供养千亿佛，得定洞察亦复然，愿力所作过于世，如是第五难胜地，人中最上真实道，我以种种方便力，为诸佛子宣说净土。